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S 平方加三 x 等于负二了。那他问这个多项式呢等于多少？它的值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把这个呢移过来，就 S 平方啊，加三 x 加二等于零了。那也就是说哈，这个多项式的话哈，我用这个来除，啊，这是一加五加八加三啊，它除以这个多项式。一加三加二，一加三加二，这是二加六加三，加二，二加六加四，余负一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多项式哈，可以写成商式是 x 加二，它乘以这个除式 x 平方加三 x。加二，啊加一次，减一啊，但是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等于零嘛，所以这个多项式的值是负一啊，答案是负一。